报考高等及普通考试的有29,042人，其中报考高考的有13,098人，比去年多了1,816人，以报考土木工程科的最多。报考普考的有15,944人。今天是考试的第一天，考场秩序良好，但是缺考的人数相当多。考试分别在台北市成功中学、英华国中、北市商专、开南商工、南门国中等7个市场举行。高普考将举行5天。